大家辩证着听啊。我也辩证着唱哈。然后话说，这个事情也发生在宝菊山。宝菊山，对，宝菊山有一个县，这个县叫前列县。然后这个县有一个府，这个府叫宅基府。然后这是发生在宅基府的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吴小郎。然后这首歌叫《吴小郎十分光》。向前列县靠拢。
这点幽默感啊，没钱你到底喜欢我的哪一点吗？妹妹说我就喜欢你离我远一点吧。自风光小王你要有那小情趣呀，那一只小猫咪不爱小金鱼呀，穷耐克富阿迪流氓一身阿玛尼呀，唐僧他再牛逼也就是个耍猴儿的呀，男孩啊出来混迟早要还你呀，女孩要出来混这迟早要怀你，床是那检验爱情的唯一的真理呀，爱是那一场戏他都想演现自己呀。就是否爱情像东二环永远那么堵，问世间不离不弃的东西是何物，永不离另一半也只有屁股，你贴我我贴着你从来不辜负，面对着压力还能一起说声不，造小人才成为了女神啊，后羿他会射日才成为了神话，女追男隔层纱，男追你隔他妈呀，屌丝在女神心中不如根黄瓜，有人那分手是那感情破裂了，有人那结婚是那好好破裂了，正当啊，女人总怀疑男人，难道你是个手啊，男人总怀疑自己，莫非我被割款啊，女人都想被骂中国好歌曲啊，男人啊都在寻找完美性搭档啊，女人都喜欢啊一战到底强啊，男人啊都喜欢向上吧，八方光小狼你要有火眼金睛啊，哪一个老公保证不是临时工啊，你儿子要不像你别起来冲动啊，也没准儿他妈多年前找过有一只蚊子叮了个美女的酥胸啊，这蚊子中毒美女不痒也不疼啊，蚊子说谁他妈用硅胶轮的胸啊，如今想吃口饭心奶都不敢啊，小狼你要有那能水嘴呀、啊、那一朵鲜花不爱蜜蜂采花蕊呀、啊、甜言那蜜语有时胜似爱偶蕊呀、啊、周董说表欧你是我的优乐美呀、啊、每一个女人都有千古一绝对啊，考验着天下男人是否脑积水呀、啊，上面是滚滚长
江东啊都是水呀、啊、下联是我和你妈你那先救谁呀、啊、是风光小郎你要学会去忍耐呀、啊、哪一个心机能吃热豆腐西施奶呀、啊用黑丝袜去抢男人买呀，男人用黑丝袜去抢银行买。人生那就像一场放鸽子比赛呀，总有那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呀。爱情那就像候车大厅的白菜呀，连个上连不上那都是你活该呀。谢谢。